里是最美宗社，我是圆圆。咱们家的小羊驼这两天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视频里面看到了吗？他的这个嘴巴突然间歪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就是整个的那个下颚和他的上颚就错开了。小羊驼之前吧，他是得过那个说的是得过犬瘟，这是犬后遗症，老是丑。但是之前他嘴不是这个样子。这现在你看嘴突然间歪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能说带他上咱们警方去的那家宠物店前给他看看吧，看看人家就说能看出来这是因为什么吗？这样大家应该能看清楚，他这个嘴歪的还是挺厉害的。他本身他就是老是一抽一抽的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跟那个丑有这个关系。反正别问怎么样吧，先带他去看看，看看人家老板怎么说吧。因为小羊驼本身吃饭就比其他的毛孩子就是困难，这样的话，怕他以后吃饭更难了。走，大家走，就带他去看看。走，羊驼，走。走，羊驼，带你去看看呀。这嘴歪成这样，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不大那个呀。他吃饭都费劲了，我觉得都得。走，走到阳光来。走。那几天有过犬瘟的后遗症，但是就这两天发现，你看他的嘴有点下滑，坏了没有？坏了。坏了。这行不行？他会不会就是反正是软木种的，太累了，就那小孩儿。你找事儿疼吗？不疼，他吃东西就能吃。那还是您这个应该是犬瘟王身上。没有，就那两天。不是的。他不可能，你给他嘴上也不有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对。你还叫啥？也行。还没多长时间了，这很长时间，可能后遗症。可能刚开始有一点点缺，你可能没看出来。那可能是呀，因为他的嘴老是一抽一抽一抽的，整天的。这抽身上可能越歪越歪。这有什么法？没法弄。他吃倒是也能吃，但是影响他进食。那肯定的，后来这也错开了，他吃不出去了都。那怎么办？他错开了。他怎么往里啃啊？他经常干啥的，到处都是。可能只能越来越厉害。还能再厉害吗？这个？还得再歪啊？有可能。这车子抽抽越来越抽呗，心情也好像是，这边心情坏死了，这边往那来越来越厉害。没办法弄吗？后遗症就是，你除了给吃点儿硫磺胺给定一下子，这样让他少抽呗。你说怪长时间都是，光上那来都一年多了。你看你咋了？就你再吃那个。别打。好。咸味的。那。狗粮那都以后都得泡着吃呗，吃软了。吃着看了，要吃硬的能吃，没吃硬的。那越够呛了，他的大豆凑到一块去了，他觉肯定有问题、主要他本身就掉牙了，你最好给吃软的。这牙都掉了了，我一个吉娃娃也掉牙了。那边是啊？那边是啊。我这反应歪，怪厉害了。他不会啃，不会啃东西，那个怪不可能歪的。它是一点点抽抽抽抽的变成，但是逐步变形，不是一下子，你只是没注意。但之前肯定太不明显，没看出来。有毛挡了你也看不见。啊。你咋会给推的毛？我这推得有20天了。20天前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你只是没注意看。没注意看看。它不会一下子干活抽能力，要抽能厉害，那得多疼的多厉害。跟着前两天他当时怎么放
它会不会是摇什么东西摇的？它这个不会的，对呀，那摇那里错位了，是跟你倒一样，把局倒歪了，那你多大大劲、啊？这个他那个得好，要是错位的好，嗷嗷喝喊。差不多，要一下子的话，那肯定都是。现在变形了，得喝喊。肯定都是刚开始没看出来。嗯，你看出来有什么用？但他你不看吗？他现在他还是一直这样的，一直在抽，一直在抽，他不停。嗯，他回去之后就注意点，给点软的吃，那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不一定，他这个好不了。那怎么办？没有办法吃，他这个老是他嘴老是一抽一抽的，只能以后就吃饭给弄点软的吃。那就只能吃软的了，看看那狗粮弄那个吧，不行都以后都给他泡着吃。给他做点，给他煮点那啥味儿。行。全部后遗症是多少年了？往那咱小院都一年多了，你想想呢？嗯。这还有面条嘞，煮点面条，要不然烫就没面儿，烫不了。走吧。走。正好这还有。之前从徐州拿过来这儿，你吃掉，这个软，对，它捏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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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捏碎了，它好吃。现在再好吃一点，那是吧？嗯。我凉水了。小朋友们等半天了，我看着。嗯。看看闻到味儿了。慢点吃啊，盼那么大。他们。他们抬个头，他们还想吃啊？他们刚才搁这瞅着你了，月姐。一会儿给他们拿一个。嗯，他嘴，你想让他上？他离也就里边的，那上牙大牙里边的大牙，可能上下还能咀嚼。前面的那些牙都不完了，合不上了，对不上你，他还怎么嚼？把回来把剩下那些都给外边分分吧，姐。